湾仔开了一段全新的海滨长廊，让我带大家看看。全新路段是湾仔北水上运动主题区海滨长廊的西段，全长约莫一公里，连接会展新翼湾仔码头和湾仔北的临时交通交汇处。而长廊的艺术装置已经率先开放，由本地策划师麦雅端设计了一系列以 Chocolate Wing 为主题的卡通作品，而暂时已经有4幅完成了，很适合来影相打卡。而围栏边亦都有相关的布置，好可爱啊。虽然这里的多功能活动场地还未开放，周边都还有些工地未完工，但有超过20幅卡通壁画板和卡通标志作装饰，加上路段又有期间限定的主题装置，头炮先有为期半年的粉红通道，少女心十足，好 IGable 啊。同时沿路设有不同的休闲活动空间，坐低看下海景真是很 relax 的。拼下之后来影相或者散下步都不错的。而新路段开放了之后，更加贯通中上环的海滨，之后就可以由西区副食品市场沿海跑到湾仔北，对一众跑友来讲亦是一个好好的消息。